肤、造型、彩妆、洗护，男士护肤就选洁薇尔。阻挡我的路。接下来问一下我们的兴隆，作为队内的 rapper 和 b boy， 你觉得这两项在表现方面哪一项更难一点？在表演上面的话，是 rapper 和 b boy 对，其实我觉得都有各自不同的难度。rapper 的话，是需要你对这个词汇的了解和理解，然后，生活中也要多积累，才能够运用的淋漓尽致。然后这个 B-boy 呢是需要很多的肌肉还有力量训练，还有速度训练，还有完美训练，都有很难的难度。对，但是很不一样。对，这个解释相当的到位。这刚憋的有很辛苦吗？就是解释这两个不同的。那就完全已经在下线了，对不对？就已经完全在想我刚才的问题，对不对？好，没关系，稍微休息一下啊。然后我问一下泽宇，然后队内的颜值担当，然后又说你是 vocal 对不对？然后呢，之前拍过那个小广告，是这个男孩故事草莓酸奶代言人。你为什么会选这个？是觉得你性格当中跟酸奶有什么相同吗？甜，酸奶是酸，不是，就是酸酸甜甜的草莓酸奶，所以说草莓嘛，甜酸酸甜。主要是因为工作的哥哥姐姐们看我一般吃东西啊喝东西就特别的好吃，看着就想吃的样子，所以就让我拍了酸奶这个广告。就你吃东西的感觉会让人食欲。对，哦，就现场真是，如果现场有的话我可能也想看看你吃东西到底有多香。不过今天有一项可以检测，就刚刚也说到你是 vocal 担当，现场可以给我们小秀一下你的歌声。所以现在你也能看到我们的成长。 Everybody we got fucking don't you know， 是你的气势也不知不觉高涨。 Are you ready boy story time to go。 接下来你听这歌词，然后传给他，好不好？来，准备听后面那一句。OK， 就刚才那两句。好，好吧。来，我们依次的传递，你可以用动作。Hello, hey you。那首歌怎么唱我听过。好，下一位来。就这样了。对，来，可以转过来，你可以把耳机摘掉了。哎呦我的天哪，所以我是做我的话不听靠上。加可以加动作，可以加动作啊。边唱边加。五，你唱是对的，你按你刚那么唱是对的。三二一停。来，下一位可以把耳机摘掉了。可以摘耳机了。来，两人相视一笑。哎想要听见你的啊，想要听见你的耳朵咋啷个哟。真的假的？我天哪，没有开挂吗？神了吧，我都没开。对，他不我的不能摘耳机，你不能摘耳机啊。好，真假？感恩的心。好，准备停。OK， 下一位，到你了，这位戏精。哎，这位戏精，来。对吗？来，再来一遍。我可以对口型。倒数五个数，五、四、三、二、一，停。好。现在来宣布一下你的答案是什么。我忘词，我知道那个什么听见什么你的耳朵撒浪嘿哟是吧。哇，你是真可以的。对吗？对吗？
哇，这一句还感动的心呢。来，问一下，问一下队长，对不对？我第一次想错了。我想问一下，你为什么会想到？感恩的心，感恩的心，感谢有你。我从幼儿园开始就一直感恩的心，就这个动作嘛。啊。然后突然就给我来个这个，然后后来我看他那个耳朵，然后才想起来是我唱过的那首歌。行，好，那我们今天的挑战呢圆满成功，希望大家在今后的日子当中可以多多的支持我们 Boy Story， 谢谢。是的。